君命已绝，破败王建，千载幽燕，茫茫焦土，贯通天灵。全军出击！这速度可以的呀，把他封了！啊，钓鱼钓着一个小的，把他封了，给他抓走。一级俺们先学个 Q， 我出来直接扎你一刀，没打着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再扎一刀，反正他刚才如果他补这个刀，他就会被我扎；他不补，那他就丢兵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压力。一个刀也不补，这腰子啊，这腰子啊，哎呦，这腰子成混了呀，这啊，混出水平来了。这波兵线别推进去啊，就在塔前，让塔吃兵，一个他也补不着，知道吧？哎，一个他也补不着。A 接扎，来人了？没来人啊！2分40秒，谁打野？凯隐，凯隐不会来的很快的，他为什么敢嘲讽我呢？我扎，给个 W 溜，咱先开个 E 啊，插个眼儿去。扎一刀 ，A 两下，先走一走 ，W A 一刀，好像打不过，闪现一走，花条来了，来 Q 一下，眩晕，没晕到拉倒了，这波3打2，让他们还打出来我一个闪现，我天哪，为什么这马尔扎哈三级能上来干克呢，兄弟，我就有点疑惑不解呀，这。他凭什么三级上来干上呢？得死了！往这儿走来，往这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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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斜着走的，没有腰的过来了。你往上走的腰子支援不了，这波我把开人一杀，或者打他一个闪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。这怎么？我这茫茫焦土咋没了呢？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再扎一刀，
打眼的。扎一刀，走，我怕他嘲讽我。有点害怕呀，中，哇，扎，这波把他放出来啊，不要再推线了，他来就扎他 ，A 两刀死了他，给他拉出来，来一 A 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 接 W 接点烟，等他交闪，接 A 一刀，接扎一刀 ，A 一下，吸，他如果不交闪，刚才这波我们就把他杀了，也不用放大招。如果交了，我就直接拿大杀他，扎一刀，还跟我打，扎一刀一下 ，A 两刀，剑阵太烦了，这剑阵，打换溜，我扎一刀，塔皮我得吃啊，我再扎。回血，中！哎呀，算了，既然我们下不去，我们就吃他打皮吧。这波刀补的不对啊，这波刀补的有问题，这个车还是随随便便敢敢单单的，中，掏两刀，扎一刀 ，A 两下 ，E 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接掏一下，接大招，接闪现，接 W， 哎呦我操，一波顺利逃跑，不知道这个凯隐出的是什么红凯，这腰子啊，我就不压他了，我们就压他点刀就得了，咱也不控线了。我就直接拆他塔，能拆几层是几层。我就即使这么漏兵，我十分钟一眼补了94个刀，行不行？可想而知，我要是不漏，我得补多少个？凯隐来了，我们撤一手。凯隐不来，直接拆没。等一会儿啊，他凯隐100%还得回来，他没走开。这波队友按道理来讲，可以先去打小龙。
他不是在我这里，他就是在打峡谷先锋，我瞅一眼。算了，打峡谷咱也没办法，我也一打二打不了，他俩太肉了。他俩要是俩脆皮儿，我上去干的还行。我扎一刀 ，A 两刀 ，W 两下，扎一刀 ，A 两下 ，E 一下，接大招，烦死了！他就一直来，真讨厌，也不走。我这一塔没了，好闪现，回家了。又搁右边，就根本他就不走，这人就住这儿了，他就往这儿一待，也不走，没办法，狗仗人势，咱也没招。我也不上，爱咋咋地。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发现，是不是过分了？差一点点。没杀掉，让他给我抬起来了。我来了，先杀他们家马尔扎哈，扎一刀 A 两下，大过来平 A， 解析 EWQ 接大招。打不了 A 两刀，扎一下 A 两下 E 一下平 A 平 A 平 A 接吸一过来接大招，扎一刀中 A 两刀，扎一下 A 两刀接吸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打不了扎两刀，扎一下 E 一下平 A 一下吸。还能有个塞纳呢，这还意外收获。上路收兵，把他塔给他推了。你想干啥呀 ？A 扎 A 两刀平 A W A 两下 A 两下扎一刀 A 两下平 A 平 A 抽一下扎两刀接吸，开剑阵，一下。扎一刀，别急，先进来啊！扎两刀 ，W A 两下，扣一下，有大招，来个破败吧！如果凯隐没来就好了。
那三个人老是合体，这仨人一整就合体了。他来组成头部，开始送头。他来组成裆部。晚点出水银，出完水银我们出收集者。小龙可以要啊，给我杀了，可以交闪现，把小龙拿了。怎么的，对面还要打一架呗？来一下，扎一刀 A 两刀大过来点炎，扎一刀 A 两吸，沉默小虫子选一技能，大走，你们推中，我去上路守着腰子。推上来还一会儿啊，杀他的时候 W 慢点用，他有可能会直接飞走。 W A 两刀扎一下， A 两刀平 A， 扎一刀 A 两下放弃了，吸这个意义没有中，算了，中路不去了。中路打成什么样了？刚才打不了中，扎两刀，扎一下平 A 平 A 平 A 平 A， 扎一刀 A 两刀平 A 点烟再 A。接打不了 A 两刀，扎一下 A 两下吸，一过来抬起来接大招 A 一下扎一下，打不了 A 两刀 E 一下平 A 再 A 一下接吸，嘲讽住大过来 W 闪现扎一刀吸，我有大招啊，咱用大好了，不应该用闪。先出个水银吧。水银不出水银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英雄他不需要水银，他只需要一个水银骸其实就行了。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蟹手啊，什么英雄啊？这是艾克。先去打个红去，让对面越塔啊。猴明明送火箭，我没卸，是吗？
哪有啊？没有啊，猴迷妹，猴迷妹送礼物怎么能不谢呢？如果没谢，那指定是没看见，那指定是系统 bug 了，没出现送礼物的那个动画啊。这边等一下，看看怎么杀。差不多了，哎呦，我扎一刀 W 接个大招 A 一下，扎一下 A 两 A 一下剑扎接 E 技能接 C， 没吸出来，吸出来我们还是死不了的。那 ADC 伤害太高了，那 ADC 猴迷妹送三十来个半卡没看见，那不能，那谢谢猴迷妹的三十个半卡。你也没说呀，你不早说，给猴迷妹一个波波，大家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没用了。谢谢猴迷妹的办卡啊。这下路这不都死了吗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死没了呀，这。看看扫一下，在这等一会儿啊。塞纳，塞纳你在寻找黑雾吗？打破溜一下快跑。凹一刀扎两下，平的 W A 两刀，怎么会这么多人呢？他们不回家守塔吗？为什么发现蟹手没有任何的用处呢？这蟹手大龙打没打呀？不是我不用大招啊，大招这个技能呢它需要引导，我寻思我一个 W 直接能把他杀了的情况下，我直接 A 一刀他就死了，我就没用大，知道吧？哎呦我操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嘿呀漂亮啊，锤死，哎呦我锤死，不愧为暗影岛的忠臣。我下路收波兵。哎，正常要是云顶之翼啊出这种新英雄了以后，他都会把这新英雄直接放云顶之翼里边，这回他没有，是不是因为这符耶格没什么用？中路咋又打团战了呢？来一波，
兄弟们，来波五杀吧！哎呀，先下去把妖子杀了，整他老在那带线，带，讨人厌，真能带，都带个什么玩意儿了？你说你一个小破日炎子搁这带带啥呢，老弟呀，老带呀！打不就不放啊，等着放啊，等他打他一个大招，不放就吸。16级，谁打这波中路来了，五杀了，兄弟们注意看黑雾。W 扎两刀，扎一下，接大招，一下吸，闪现 EW 接大招，队友呢？出个反你。还行啊，火龙龙魂随时要，不是随时，这凯隐要一打五，没有队友，关键是知道吗？蟹手换了吧，我就感觉这英雄不适合蟹手的这个装备，出了也不厉害，还得出抗性装备，出板甲，出这蟹手没什么用，出板甲跑得快，振奋板甲这种的，往抗性出，不能出这种血量装。这马尔扎哈挺讨厌的，真的，俺们团一波，我拿个五杀，这把咱就结束，行不行？哎呦我，你往我身上钻，哎！我一刀扎死你！为什么凯隐没有魂儿？打不到，开了吧，开门牙，可以拆，可以扎一刀吸，一 W 接扣接大招 ，A 接 W，A 接扎接 A 接一技能接吸，抬接扣吸接吸，一过来 W 接大招扎一刀 A 两刀 W 扎两刀吸死了，没吸起来。吸起来，我一个大走一走。